我们来帮他开箱子哦，做东西了，做纸变纸娃了，把他身上的肩甲点一点，皮夹克点一点。哎哎哎，加五啦！来加六，自信点，开枪！哎，目标是皮夹克，一件加六皮夹克我们就赚了，强化几率20%，应该 OK 啦。我们刚才连点四件，80%几率会过一件，好不好？必过，自信之点，来，来喽来喽，就是回光。啊，我们还有两件嘛，还有两件嘛，小事小事，对不对？还有两件，还有两件嘛，开枪！啊 ！Hold 住 ，In on day， 最后一件，感觉就过定了，自信之点，来过一下好不好？加个六吧，好不好？来，自信之点，加六，拜托，开枪！哇，这么难点哦！上个礼拜开始找我开账号的，我都会要求他们去公益团体捐2000元的款项。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件事情？因为我说真的，因为这次活动找我做东西的人真的太多了，有时候一张纸片都要找我做，那个我真的是没有那个时间跟力气。尤其是大家也知道我最近结婚哦，对啊，所以最近真的比较没空。来喽，开抽，自信开抽。这么多人想不开哦，就是这么多人想不开，就是这么多人想不开，好不好？我看长相带开了吧，我也是希望能开女生的账号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妹子找我带开啊，都是男的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没有妹子找我带开？好苦！来，大三角点法，哇，中张红吧，哎，蓝也可以啊，干都绿啊，傻小啊，干都没中啦，好苦哦！来来来，制作那个活动。来，无心流之点，无心流之点，天鹅的劳安格里，轻松轻松。活动这个根本没有人做过嘛，还想骗我？来，我们来制作我们的娃娃，合成，这超多，多到爆哎、欸，这多到我都开起来都有点害怕。来，哇，三张来卡，干超多啦。有没有直接开收集20的收集？来来，哦，这超多绿卡，它超多绿卡，超多绿卡。啊，还有第二页，第二页我忘了开，我第二页忘了开。啊，干，这页都没有，哎呦，一张好险。它绿卡超级多，几乎合不完哎。还有第二页，你看，还有第二页，干，还有第二页啊。干，这个说真的，存这么久，合起来也是蛮爽。哎呦，闪起来，闪起来，闪起来，再开三张，再闪。啊！哎呦呦呦！哇，两个闪电！哇，太扯了啦！太扯了啦！太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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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多蓝，1、2、3、4、5蓝。哦，还有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蓝卡根本就合不完啊！这存多久啊？这存超久哎、欸！今天会出几张红？我们再来帮他看看。今天存超久，还有第二页。哎、欸，干，结果这页不会全绿吧？我来看一下啊！哎呦，有两蓝，好险啊！没有到滑铁卢，滑铁卢就真的很惨。来喽来喽来喽，我们要合吼了合吼了，来自信合成。哇，红卡一次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次开9张红卡。来，我们给开放观众预测好了，你觉得会出几红？最多9红吗？你不要给我打10红，因为这边只有9张卡。来，请说，请留言，我来看看。觉得会出几红，我们来看看谁的预测才是正确的。几红，那个打零的，我等一下一定会狠狠打你们的脸。我再说一次，我一定会狠狠的打爆你们的脸，很用力那种。哎，停了，我要开红了，我要开红了，我要开红了。来，一波红色的东西刷过去，马上让你们知道答案。我保守一点估计，我觉得会出2红，最多3红。我自己觉得啦，应该是2红，最多3红，不可能0红啦。我跟你讲，自信开奖。闪起来！哈！干球了！真地球了！真地球了！真地球了！补一张卡子，真地球了！再5张，拜托还有5张，给点机会干！哇！再开5张，来哦，来哦，来！开奖哦，开奖哦，好紧张哦，来，仔细开奖！站起来，红色的拜托！哇！
好险，好险又闪一掌，好险，差点哭出来，好险又闪一掌，阿弥陀佛，好险有一掌哦，老天保佑，好来，我看看三角形点法，三角形这边是一个三角形，看出来，一二三，三角形，自信之点，来三号，三号，三剑一掌。结果这边竟然是开四张，四张竟然没有中卡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自信之点，拜托，三红，求你了，干杯！没有道理吧？六张全部啊，竟然是你！啊，人生好难，保底快满了，保底差三次。好难哦！啊，保底快满了，剩两次，各位，我们的保底要满了。好，人生好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2000 years later， 71张蓝卡要和红变啊，来了，自信合成，还只有四张啊，他只合四张，来，自信开奖。难合哦！我不信！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讨回来这笔账，我一定要讨回来！自信之点，跟你拼了！来，我一定要讨回来！开奖！哇操嘞！有没有这么难啊？有没有这么难啊？有没有这么保底啊？有没有？哎呀！哦！哦，一张红了，一张红了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哈！再来，我再中一张，让你知道这只账号有多么会中红。这张这么多红，不闪才怪！直接中红，直接洗刷我刚才的尺度，一堆红色，直接中红，看到没有？哈！你在把我当祭品啊？现在谁是祭品？哈！还敢在那边这么刷脸？还敢刷你？有本事中老虎！妈讲干话，好险不是，好吓我一跳。开奖，这张有机会哦，里面很多红卡，有没有？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你在算啊？你们在算啊？再算给我看，你们再算给我看，多会算？我跟你讲，这是账号刚才金克拉围着我失落跑两圈，打不死我，打不飞我，给他打一下给你们看看好了，看大概能撑到怎么样的程度。克拉，克拉，你是不是在聊天室里面？哈，是不是克拉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在聊天室里面刚才打铃？你打铃对不对？被我抓到了，你刚才一定打铃。我现在就用这三红打你的脸，啪啪啪，好不好？还敢在那边刷脸，克拉还敢刷脸？再开，我们来中第四张红！哇哇哇，还可以盒子！哇操嘞，克拉克拉，他叫阿本是不是？啊，阿本。是不是在偷看阿本？哈！阿本，你在追啊！你在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阿本在屌啊，在追啊！被你追到四张红卡了，在追啊！再中你去麦当劳裸奔，那个林伟伟，我给那个扳手，那个我看到，不要以为那个聊天室说完快我看不到，那个林伟伟在喊在，他说再中他去麦当劳裸奔，他说再中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有看到打加一，上面有一个叫林伟伟的，有看到吗？他说再中他去麦当劳裸奔。有看到吗？这个把它记下来，这个把它记下来，这个、观众 ID 记下来，大头照记下来，再出一红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让林伟伟裸奔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来，让林伟伟裸奔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有种不要跑，林伟伟，我就再中一红。但是这张没有没关系，这出两红够了嘛？我们蓝卡一堆啊，对不对？妈要再一红有什么难的？这四张随便都把开一红，这四张随便都把开一红。来，林伟伟准备裸奔，裸奔，伟伟准备送你去裸奔啦。没有是不是？那就是下一张。伟伟裸奔，伟伟裸奔，哎、欸、也没有，那就是下一张。伟伟裸奔，哎、欸、也没有，哇，这伟伟是攻读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林经理啊？他妈的，是不是在搞这个几率啊？听到要裸奔就直接不会中红嘞，不要偷调几率啊，伟伟。哇操嘞，直接开个四来给我，这个是不是橘子内部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操嘞，我只剩两次机会。
伟伟要裸奔，真的这么难？真的这么难？这伟伟真的这么屌？真的这么屌？他一说再红，他裸奔完就不红了、欸，这么屌？这么屌？这么屌？有没有这么屌啊，伟伟？这么屌啊？哇！这伟伟真的这么屌啊！拜托，送他裸奔，红起来啊！伟伟，好苦。被他安全下装哎、欸，中了伟伟麦当劳剑，叫那个林伟伟有种再出来说中指麦当劳裸奔，叫伟伟出来，叫伟伟有种出来，自信合成，开枪，紫色的东西有很多，这边有没有机会？干这么多纸你不可以纸，操！再合一次纸好了好不好？拜托来，自信合成，再中张纸，再中张纸。来喽！开！紫色拜托！操！干你老师，好难哦！啊，好苦，好苦，好好苦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按喜欢，不喜欢按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？呵呵，啵啵。